这一颗 S 法的上盖把它旋掉之后，本来在这里旋出来之后，那么这是这一等于这一颗，它这个设计是有两颗可以关掉的，上面这一颗弄出来之后，里面非常多类似结石的东西，等一下把它清出来，看有多少，自己一个人拍比较不好拍，结果也不是怎么结石的，哎，也是硬硬的。哇，这是真的有点像钟乳石那个，稍微有点塞了，然后总之就把它清一清。它这橡胶都老化了，所以很容易锁紧，也会滴水。另外，热水这边旋起来，刚刚那边是冷水，热水这边旋起来。旁边很多类似沙子的东西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可能必须用。坏掉的牙刷把它，可能这样应该有点影响那个热水的出水量。等一下把它清一清。一些细沙类的东西，就是好像海边的细沙。不过我刚刚只是初步用手指指甲弄一下，等一下再用水冲冲，还是非常阻塞哦。刚刚用那个屁屁冲，这个虾皮都有在卖啊，算了，反正就是看会冲，看起来干净多了。要透光了，刚没有拍透光。刚刚发现上面这一颗没有挡水的功能，看起来纯粹只是用来过滤的。因为没有任何阻挡住出水口的地方，好，这机还可以的，帮你过滤，有空就拔出来清一下还可以。真正止水就在这里，止水之后拔出来清，这设计感觉还不赖。